要做一个超级管家，就要有超级智慧。要做到不浪费，又要估到下个月的洗费，咁就要谂谂计。好彩我用咗中电智能全方位，佢帮我了解全屋嘅用电分布，同埋预测嚟紧嘅电费。每户仲有自己嘅评级，要管到头家，冇难度。叉足电未 ？Of course， 立即登入智能全方位，发挥用电智慧。